些豇豆也快要败完了。不过还有一些嫩的，再回去吃了。看这豇豆都干成这个样子了，太高了还不好摘。也要爆角了，抽下来也有这么多，够吃了。现在把豆角掐成这种长节长节的，再切点肉，小米椒和大蒜。把这肥肉油炒出来，放入瘦肉、大蒜和小米椒。把豇豆倒进来，豆角炒熟，来一点点辣椒面，好了，来点葱花，烧水煮点面，再把炒好的豆角倒进来，今天做了一个美味的豆角拌面，先来拌一下。开吃了。